八十年代的著名音乐人兼形象顾问，曾经同多位著名巨星合作无间的许愿，曾经一手将前女友林忆莲捧上天后地位，还同李丽珍有过一段婚姻，育有阿女许以蓉。许愿最近接受雷霆881商业一台的星光背后专访，除了忆述协助林忆莲走红的经过之外，他还讲到同林忆莲和李丽珍感情失败的主要原因。他透露部分原因是同他专注事业有关，但讲到分开的原因，许愿就说要问他们才知，因为提出分手的不是他。而另一个失败的原因，许愿形容当年同两位女星拍拖的时候都面对巨大的压力，长期受压之下，他坦言双方要维持感情都不容易。